新疆舞，穿着纱衣呀、啊，哟、嗯，穿着纱衣，我们跳舞，你看冻的啊，就是浑身冻的，还可以产生热量。嗯，唱歌的就不行啊，唱歌的站那一唱，风一来水、哎、枪。呛进去了，呛进去了。就是总政有一个蔡红和这个方老师，他去演出二重唱，哎，给那战士演出，战士的跺脚跟那动的，穿着娃娃衣跺脚、嗯，我们去跟那演出，啊，那连长感动的就不得了。嗯，有什么让他们取暖呢？怎么让他们取暖呢？啊，就战士想办法说给你们取暖。我们穿着纱衣啊，这是给他们演出。还有一个连长就是想起来了，连队有一个桌子，嗯，就有一张桌子，嗯，把抬过来劈了，噼里啪的烧火，哦，就叫我们烤着了，就是把桌子那桌子，唯一的一张桌子，哎呦，其他都是趴在地下去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就没有办公的地方了、嗯，没办公就趴地办公了，就是这样，他们太感动了，说我们穿着毛皮。毛皮鞋、毛皮大衣、嗯，耳朵这样，我们都这样冷。你们穿着纱衣服，给我们唱，给我们演。嗯，最惨的是拉胡琴的。嗯，但手指要是恨呐，手指手僵了，僵了，对，僵了，恨不准了都。后来就我觉得那已经是，不是为你表演了，嗯，是一种，军人和军人之间的互相鼓励了。嗯。你们这样艰苦的守边防，我们文艺工作者不会落在你们后边，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服务，就是战友之间那种互相的鼓舞，嗯，互相促进，看比赛咱们谁能坚持到底，就那种精神呢、啊。